りたい。大家好，我是旭宇。那不知道刚刚各位看莫扎特的实战影片是有什么感想呢？啊，我得讲，莫扎特真的很好用。好吧，那我们先来讲他的技能组，我们再讲一下分析吧。莫扎特，人类攻击型，三维的话是6015-7346-3035，随机变换两颗 SCP 特大，三回合红给予红属性伤害射珠破坏。伤害珠、红色珠、绿色珠连锁效果给予。那 CG 的话是单体伤害，那威力的话是13500，被动一次破伤害跟防毒。被动二的话是自身在前头的时候破一次破坏十颗伤害射珠，自身 CD 缩短一。那被动二被动三的话是一回合破坏20颗以上的伤害射珠，自身攻击力3000 up。
啊，被动四的话是一回合破坏30颗以上的伤害珠，下个点击会掉落一颗自身的 SCP 大掉落。那我们先讲讲它的优点好了。它的优点其实就是第一，就是它的这个堪称跟同那个双子是同等级的连锁哦。那其实第一个它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在于说给雨虹属性伤害射珠破坏。其实我一直觉得这个不算是很好用的一个技能组，因为我自己觉得就是打障碍珠的时候，就算前头不是解障碍做爆发，顶多就是被障碍珠卡到死掉，也不会因为变成这样不能爆发，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不会因为说因为障碍珠顶多挡你的版面，它不会对你造成实质上的伤害。好，那伤害珠的话，就是你非伤解伤害在前头的情况下，就会变成说你只要点一颗伤害珠，你可能就暴毙之类的。然后现在日本很喜欢这种一颗伤害珠就是100%的血量，对，所以你就有可能因此暴毙，就是你要爆发，结果因为可能你差了一两颗星珠，然后你的血量没有回起来，然后你就先被伤害珠弄死了，对，这是比较可惜的地方。所以变成说，其实在天降伤害珠的关卡，顶多一只，我觉得顶多一只可以不要再解伤害。那就像我那个队伍一样，我那个队伍虽然都是解伤害，但我觉得是配置莫扎特比较好用的类型。然后第一就是玉童的话，就是人类角色在前头的时候有低几率掉落人类的 CG， 所以本身在搭配莫扎特技能的时候就很好用，就是连锁嘛，就一直连锁一直炸，然后那个 CG 其实就一直掉，就本身就为他的平砍能力就打下一个很不错的基础。那另外一个配置就是福特，那福特的话也是就是人类他有给人类威力CG 威力 up 嘛，然后配上玉童的弱 C， 所以他其实本身的那个威力就还蛮痛的。那为什么我关卡会选两只莫扎特齁？因为我有试过戴卡尔达诺，因为戴卡尔达诺那个周回的速率其实应该会比较快。很不幸的是，你戴卡尔达诺火力会不够，然后就输出就比较会差一些些。所以我提供另外一个选项，就是你不用带两只莫扎特。如果你打一些比较没有那么难的关卡，就是血量也不是说难，就是血量没有那么厚的关卡。你的伤害珠关卡，你就可以带卡尔达诺下去，因为卡尔达诺就减 CD 嘛，所以在队伍的运转上面会顺畅很多。所以我觉得就是鱼与同莫扎特，然后福特配个卡尔达诺，我觉得这三支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我觉得对不起，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我觉得他们四支配在一起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好，那我们大概讲一下他的被动的问题。被动假设如果说单靠技能可以发挥出莫扎特60%-70%的火力，那剩下三个被动是在伤害珠关卡才能完全展现出莫扎特100%的火力。但是莫扎特的问题点是在于他的背伤，我觉得他背伤有一点小伤害他了，就是他一回合破坏20颗以上伤害射珠，自身攻击3000 up。好，来，那这个由于他的 CG 已经变成是固定威力了，所以他这个被动三变成是变相是只有在自己头或者是队伍有握手的情况下才会有效益。那可是我们刚刚那个配置就是没有握手，他那莫扎特本身也没有一个给予握手的技能组。所以变成说他的背山有一点点局限，在于是说是他自己在前头才有这个效益。那被动四的话，这个就是只要破坏30颗以上的伤害珠就可以掉落一颗 SCP。 那这一我实测过一回合只会触发一次。那这个问题点是在于说你有可能三指，你刚好第三指点完那个伤害珠，那结果第四指来不及掉，就是你没有第四指，所以它就不会掉，它也不会到下一回合还你，它就下一回合就会直接归零，它下一回合就会重新计算。所以你像我看王一的时候，我就发现好像不够，所以我只好我就开了玉童。我本来想说如果直接满30颗，我连玉童都不用开就可以直接车过去，但很不幸的我就是没有炸满30颗伤害射珠，所以就是我有发现他没有触发到，所以我只好就直接先开玉童多炸一次板，多一根手指去确保输出的够力。
就是那个，那当然那个队伍问题点就是于宇桐在投的时候，你知道输出就会稍微的弱一些些，这个比较可惜一点啦。但不过的话，其实整体来说，那个队伍的配置还算蛮均衡哦。你只要两只莫扎特在同时在线的情况下，就是一个可以维持住很稳定的输出。你看，像是我刚刚那样子平砍的情况下，打伤害珠平砍的情况下，大概维持在一个200万以上的伤害是没有太大的问题。那那个技能珠的周回就是很稳定的。那莫扎特整体而言，我觉得他。虽然他的背二、背三、背四还蛮被局限在他的伤害珠上面，但是其实他的主动技是真的还蛮全能型的，就是虽然是攻击型，那但他的技能组蛮全能，当然也有一点小可惜，就是没有在一个握手类的可以让他的输出变得更猛烈，就比较可惜一些些。但是其实你看从刚刚那个队伍配置来说，其实光从平砍来看是就蛮够力的，所以我觉得莫扎特整体而言算是不错，还蛮好用的，蛮值得抽的一个角色。再来就是他有 CV， 他又有属于自己的音乐，他有 CV 耶，你看他有属于自己的 CV 耶，然后他是属于一个属他，我觉得他是属于一个强度跟粗度都很有的角色，那我觉得卡面也整体算不错，所以我觉得莫扎特还蛮值得抽入手的。虽然可能有些人运气不好要抽到保底，但所幸真的有50抽必一支的保底啊，所以我觉得莫扎特是蛮值得50抽拼到有。至于99的话，我觉得可能就还好，因为主要是他的背二、背三、背四太局限在于说伤害值的情况。所以变成说有可能会变成说没有很多伤害的情况下，莫扎特的就是像我刚刚说的，大概就真的只能发挥60%的实力。但如果要拿他当99碰，我觉得也不是不行啊，但是我觉得会建议多考虑一下，因为反正他抽出来就20滴。如果你是盘子是直接抽到99，那当然没话说，但如果你是用鲁鲁碰喂到99的，我觉得你可能要三思一下下。对，这个用抽到99我觉得没问题，但是用鲁鲁碰到99的就要三思，好不好？那晚点会再出小榜的分析，因为这部影片我会大概做一些总结，所以可能时间会比较晚出来。那就待会就晚点见咯，这样子哦，拜拜。